你好，我是新住民，我是从印尼来的，然后印尼的新住民，我来台湾快20年，然后我来台湾没多久就生病，有肾脏，需要肾脏移植，然后我感谢，因为我们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都要捐给我，然后我感谢我三姐，因为她年纪跟我接近。就在左边还右边？所以他捐给我，很高兴的，很感动，也很谢谢我姐姐。我心脏有痛的。肾脏还是心脏？心脏，心脏痛，然后闷闷的，然后就有气喘，会喘，喘不过去，后来就来医院，就去叫病房。从我身边，他们兄弟姐妹就一起想要捐给我嘛，就是他来台湾，就是他们在印尼天朝讨论谁要给我，然后因为我三姐是年纪跟我差比较近，对。哦，手术的位置是这个地方。对。就是会开始恶心、呕吐，然后胃口会不好，会吃不下这样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于，就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因为酸血症，还有水分堆积，所以会比较喘，就是走路会喘，像你就不小心，他会经过这样，会比较喘，比较没有力气这样。然后这个是还有肿起来，这是第二个，对，会水肿。然后我也是要感谢双和医院的医生。吴院长跟陈主任都帮我医疗的好，谢谢他们。真的感谢双和医院的院长跟陈主任，真的感谢他们。因为那时候是在生病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带很多所有的肾脏医生啊，就到开会，然后要一定要尽力帮我医好。那时候真的很感动。